金钱结也叫单花大神阶结。先将一条绳子的绳端交叉做一个圈，第二条绳子压住绳头，绕过主绳，穿过交叉圈，越过自己的绳子穿出，形成左右对称的形状。用力拉紧完成。如果要连接的是两条粗大的绳子，或者是笨重的缆绳时，就要使用这个绳结，这个绳结也适用于绳索和线，容易拆解。